各位亲爱的观众，晚安！欢迎莅临今晚由台北阳明福伦社所举办的关怀身心障碍者慈善音乐会。我是今晚节目主持人，阳明福伦社 Francis 钱文玲。我们国际福伦社2015-16年度主题就是“成为献给世界的礼物 ”，Be a gift to the world。让我们体会关心四周及世界各角落的需要，随时伸出援手建立世界。而我们阳明福伦社更是伸出爱心，例如15年前就曾经开始协助台北的建华综合高中建校，同时每一年都提供清寒奖学金。我们并且持续的支持华山基金会关怀独居的长辈们。而今年阳明社区服务活动呢，还包括了今天早上在花博圆山园区举办的千岁阿嬷画画发表会，非常成功。上述的几个团体呢，今天都有来到现场，跟大家挥挥手好吗？在哪里？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而前社长许英昌先生更是在今年的社长陈正廷、下届社长当选人林廷祥，还有全体阳明社友的爱心及努力下，自2014-15、2015-16、2016-17连续3年举办慈善音乐会，今天终于要隆重登场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谢谢各位贵宾您的光临，没有您的爱心捐助、慷慨解囊，促成不了今天的音乐会。而今天所有的爱心收入扣除费用之后，我们将全数捐赠给陈卫奇老师的身心障碍者音乐关怀协会，以完成陈老师计划训练计划目标。再次的感谢各位莅临，爱心挹注，愿大家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初秋夜晚。今晚的演出非常精彩，也非常多元。我们邀请到多位堪称是专业水准的业余演出者，国内一流合唱团及乐团协助演出，包括古者星光手风琴乐团、木楼合唱团、台大 EMBA 合唱团、台大 EMBA 管乐社，以及国际福伦3520地区第五分区美丽人生合唱团。您大多数都是来看我们的是吧？OK， 您的掌声就是给我们最大的肯定，而今晚的音乐会也必定不负众望，会是一场专业等级的音乐飨宴。晚会开始之前，要先提醒各位，因为这是一场高水准的音乐会，为了尊重演出者，请先将手机关静音，同时晚会进行中也禁止闪光灯的使用。谢谢各位的配合。今晚的节目请参考节目单。现在我们就欢迎古者星光手风琴乐团的四重奏以及张雅恩同学的独奏，掌声欢迎。
接下来不得不跟各位大力介绍一下，也就是我们第五分区美丽人生合唱团，在王维军教授以及陈婉玲教授的谆谆教诲之下日益茁壮。团长说目前还在招生中了哈。我们练习时间是每个礼拜二下午的7点到9点。今天呢先为各位带来三首曲子，意思是说您一定要看完全场哦，因为下半场还有更精彩的演出，载歌载舞，我先透露一下。
Thank you.